35吨巡防艇哈、哦，很努力的冒着海象啊的恶劣，然后给它靠过去哈、哦，要做接驳，要做接驳。对对，啊，现在风浪太差，风浪太差。进来啊，放到底下呗。放到底。现在工程机哈、哦，上面有一人啊。啊，目前第一名船员已经啊由工程机摇动式啊吊挂到他的这个直升机上面。下来了，也下来了。好，第三个。好，第三个人员也下来了。Okay. And then I report the company and I sit on the district alert and call the Coast Guard calling me and I. 他大概是在讲说。他们船就是稍微有倾斜，然后有破洞、破损进水，他们舱进水，然后导致他们越倾越多，越倾越多。然后今天又是七八十的浪，就是他们就是真的没办法，所以就给骑上去。